我叫 Micka， 我是印尼法，印尼过来的，我在这里九年做工人那些。那天我跟朋友放假的，平时放假一起很喜欢一起吃饭一起吃东西，跟着我第一上是在茶餐厅吃饭，跟着看那些彩蛋，我不识个系中文字啊嘛，唔识读噶嘛嗰啲中文字。跟住咧，我嗌福母三，我想问佢有冇英文个彩灯有冇英文字咁样。跟住咧又估唔到佢又好似黑面黑虎咁样。你哋想食咩啊？狗经又咁样噶嘛嘛。跟住咧，我哋都睇呢个彩灯唔食，所以我问翻佢啊嘛。喺呢度有乜嘢食噶？我想食嗰啲冇豬肉嗰啲，因為我哋唔因冇食嗰啲豬肉噶嘛，係咪？跟住咧，佢又再話我哋嘅，係話因佢自發脾氣咁樣，我先唔中意咁樣。哇，好煩啊！你彩燈又唔識自己睇，又咁多嘢問，咁多嘢講，又要呢樣，又要嗰樣。如果你哋好勁唔夠錢，不如唔好喺呢度食飯咯，即咁樣，咁啊嚇死人咩咁樣？跟住咧有呢個時間，一用呢個時間有人暗暗入嚟嘅，暗暗入嚟，唔知佢有咩人，總之唔係印尼籍，唔係印尼人嘅，唔知又何光或者中國嗰啲。跟住咧佢又嗌呢個隻福母山嘅個姐姐一樣嘅，頭先暗暗話我哋嗰啲。跟住咧佢又好似我哋咁，又用問，又呢度有咩食噶？有啊。跟住咧佢有禮貌同佢答啊答啊，暗暗嘅人嗰啲咧係我哋隔離台嗰啲咧。又有笑啦，又開心啦，又有禮貌啦咁樣，跟住咧，啊點解就好似唔公平噶嘛？咁啊，係咪好心痛？又想好嬲，好失望，又一齊有咩要又想食飯，又一樣用錢，黑色皮膚啦，或者係我哋印尼人啦，唔通我哋係工人，係咁樣對我嘅？你應該係。但係第二個時間，我同其他朋友講呢件事嘅，跟住咧，我朋友原來佢都就自己試過佢經營呢個件事嘅咁樣，唔中係解師啦，係滴滴針啦，係好似有好多位係搭巴士啦嗰啲，係好多位都有機會呢個件事咁樣。我工人嘅，我做工人，我係。印尼人或者是三四个皮肤应该是工人的，但是我们一起只是香港的嘛，但是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？